哇，这个开头动画这么长啊、哦！看一下哦，好，富甲天下第四代网路对战根本没有开启，自由模式也，这一代角色这么少，就这么几只啊、哦。并没有网路对战这个选项。好，我跟着来孟获好了。来参考一下啦，我看一下他们做的冀州啊，因为我们的富甲天下第一章也是要做冀州，燕翅巨鹿城。紫骰子，平原城。哦，这一代放的将还更多、哦，怎样？一个太守，四个守将也太多了吧？怎么有95力的、啊？好，放一个梦杰上去。感觉不用放到那么多吧。阿文那边塞一些上去。税收，驻军越多，税收就会越少。嘿嘿嘿，掷骰子，机关房，好，投石车，我钱好像剩不多嘞。孟获拥有武将最多，给400个兵。每个城都是两格。啊，赎罪到另外一边了。朵斯大王得到了肺炎，体力降低了。那孟获的天生技能是什么？东武也被占领了，巨鹿突然增加了1900人，好多、哦。努努，我看一下，把巨贤装的全部放上去就对了嘛。也不用放那么多啦，看起来很难被打下来。这张图没有赛马场，哪一张才有赛马场啊？我看连那个妖精都没有哎、欸。
全国的才有啊。那换一张图看看，我就是想试试看他有赛马场那个玩法的。那全国的是要玩多久啊？全国也太大了吧！荆州就有了，有150,000元获胜。看地图，看不太懂啊。好，继续看看。咦？聚贤庄，曹操分兵出去了，啊，去哪里才有赌场？这个就是赛马场，是不是？好，走过去玩玩看。锦囊铺就卡片店啦，看看哈。野战变成工兵，五代的野战真是看拢无了。一个玩四代就准一个玩，四代跟三代都准一个玩。三代好像有单机多人吧，四代没有单机多人啊，四代是纯单人啊。OK， 怎么可以有人这么衰，一直甩一？主攻声望下降了24点。四代的连线模式现在应该是已经连不了了啦。四代没有啊，四代就没有单机多人啊。五代有单机多人啊，所以我们上次才可以玩啊。掷骰子、啊，随便放个人上去。张良，哦，陈远志这个武力这么浮夸啊、哦？这大家伤害都这么高，是不是？好，放一点兵，不下吕布哎，何止不下吕布，这好像超过吕布哎。什么时候可以走到赛马场呢？啊！万箭齐发不见了，有这么多的一般格子哦，一大堆的衰士哎。哦，单挑。来了，看一下这一代的单挑。嗯，自走棋玩法。为什么是张飞先放绝招啊？原来那一些张飞之类的是已经110多了。OK， 又忘了一招。到底有多少衰士啊？不是，基本上全都是衰士、欸。这一代有彩人可以一起战斗吗？水战力上升一点，水战力哦。
OK， 又失踪了100个士兵。占领了长沙，粮仓没了。OK， 襄阳又死了1500个人，襄阳还降阶了。OK， 曹操休息一回合，好可怜哦。鲁肃哦，鲁肃蛮有名的吧？我们第一版也要做鲁肃哎。樊城 ，OK， 把这个赵弘可以让税收增加 ，OK， 两个税收增加。直接收超多的税。那玩三国游戏找灵感吗？也不用特别玩吧，玩的也够多了。掷骰子 ，OK， 又进到这个城。现在就等着洗钱，好像就赢了。这是啥？这里护甲天下。这一款有通货膨胀吗？张飞前来单挑，派出了陈玉跟他打。太神啦！陈玉打张飞哦，感觉很难呢。战斗力不是一个档次的。陈玉死了、欸，阵亡，力竭而亡，南乡变成了一座空城。星野 ，OK， 剩聚贤庄这一只，放上去，注一点兵，该开始攻城了。我8000多的兵呢？哦，开局的兵那么多，为什么啊？为什么曹操放的东西都可以这么烂啊 ？OK， 这一次放一个损玉。砍一下零滴，这个痛扁，曹操又少了一个人啊！这曹操挺刘备的、欸，哇，骰子永远底下1212，定义上升。吕范将军又丢了一个道具，哦，拿走一个骰子，什么意思？我接下来可以两骰了。好爽哦，双骰登场。张飞的智商变高了 ，OK， 错过赛马场了，跟张昭单挑、哦，来吧，我张角直接上场了，左下角那个手势是怎样？为什么张角不是满血的、啊？哇、哦，叫狗出来喽！
我刚刚踩到那个城，我怎么不能攻城啊？孙权捡到1000块。哦，我这两个骰子一直持续着，哎，好爽哦！张良拿到青红剑一把。有武器系统了。武器系统怎么看啊？好像是自动装备嘞。哦，没有哎，穿在这里。陆战加32。OK， 这一代的野战还不知道长怎样。襄阳城到了，决定把张良给带出来。6666666。半月平税收3200。单挑欸。哈，106打46。这一代的绝招怎么还比五代的还好看？为什么？为什么孙干被打到死了？特殊能力卡，就是五代就一只鸟飞过来是怎样？冲啊！耶、yeah, ，拿到谢田卸甲归田，幸运度下降34。我感觉大家幸运度一定都超低了。工匠屋好，可以盖房子了。经过这里就要缴过路费，没办法。四代就是绝招跟赌马，我一直踩不到赌马那个位置。然后去找曹操单挑，哎，减少敌人城中的士兵。好，长沙士兵，走，江夏，我要了。交给你了，张良。哎，收费站，再加锻造屋，好，一次只能盖一个。武将是真的很不够用啊。经过144块，史莱勒是啥鬼？廖化的武力上升了。哦，终于甩出这个，哎 ，OK， 骰子没了。我想说，终于甩一个大的。
皇宫在哪里啊？OK， 又开始一步两步了。5700元，这里可以开路，什么意思？再放一个太守进去。驻军，好，驻军1400。哦，打开新地图了，是不是？我的大富翁什么时候会上架？还久的嘞，二月会参加 TGS 啊，之后再看看吧。路已开，所以得到了神兵利器。哦，是这样打开了路哦。刘备好像被流放哎，跟那个大富翁十一一样，被卡在地图外面了。号码差不多啊，我也要在这里卡一阵子。没有太守，没有太守是不行的吗？不知道这个兵的量完全不够啊！我张角就剩一个人啦，就剩我自己啦。见此向声望增加，税哦，145块赚啦！哦，要跟我野战是不是？终于可以体验人家野战了。冲锋陷阵，好，野战看起来比五代好一点吗？但也是靠赛的，是不是？对面怎么一直有计谋啊？阿妈！我们输了吗？我们打输了，哭啊！哦，运筹帷幄就是放陷阱哦。那个嘛，我那个将智商也不太高。需要士兵，没有办法，没有士兵啊。好好好，哦，刚刚那里还是水战哦。得到了城局建筑图一张，哈哈哈哈哈哈，乖乖缴钱喽。又是你鲁肃，又来给张飞砍了。张飞这个大招可能会直接把他带走、欸，
OK， 五代的那个绝招出来了。巴巴拉巴巴巴，刘备要无敌了啦！啊，刘备成一堆，身上的兵也一堆。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离开这里啊！史莱勒被他偷走嘞、欸，星野又是我家，缴钱啦！他要跟我野战哦，哼！何以的野战那是跟鬼一样啊！要战便战。OK， 我中了招好像有点多哎。小输一点点。这个就纯看留下来的数量是不是？是我到现在还没有走到过巨贤庄哎，巨贤庄超级难走的。然后还在这个鸟不拉屎的地方，一直一步两步，一步两步。增加智慧。好，来增加智慧好了。增加这个孙仲的智慧。嗯，这一代的武器没有加武力的呢。踩到了吧，孙仲来了。单挑哦，竟然要找我单挑哦。单挑比较能打的应该就是张宝吧。但好像打不太过他哎、欸，拼暴击了。OK， 看起来伤害差超多。加油啊，张宝，不要输啊！张宝倒了。OK， 有个武器店，体力、智力、体力、武力，有哎、欸，加武力的、欸，我可以穿几个啊？算了啦，喂。存钱，存钱。智力加26，体力还有智力哦。好了，由我亲自拿着好了。拜托，赶快让我离开这里啊！又少了1000块。星野少了5800人哦，这么浮夸哦，5800人哦。赛马场到嘞，要进去赌吗？好，我看看。
我下这一只。哦，一人一个动作是不是？倍率减二。倍率再减二。OK， 这里下一千。总共五个回合哦。OK， 那我这只也下。一定赚。冲啊！冲啊！怎么可能？那一只怎么那么快啊？好啊，赤兔马赢了，没人赚钱，没有任何一个人赚钱。哎，到我家嘞！哼，这里可是有邓茂死守着，迎头痛击。智力不算是很高，关羽来了，漂亮，走这一条路乱杀，再轰掉一半，完了，还是小输一点点。游戏声音有点小啊，我要把它调大一点。啊，扇子也坏了。耶，大家都升级了。这游戏是能一个人玩的吗？第四代就只能一个人玩了。来，再来一次。大变丸，大变丸是啥鬼啦？来啦，我也赌这一只啦。四个人挤在电脑前，四个人挤在电脑前也不能四个人玩。五代跟三代才可以啊。这一代就是不管怎样，你就只能跟整排宝物都没有作用。好，整排宝物都没有作用。我8.3倍呢，让这一只落赛了。加油啊，蓝色的！冲啊！哦，有了有了有了，耶、yeah ！发财喽！13000，13000，拜托让我走到聚贤庄啊，根本没有兵喽。
我家乖乖付钱。他用智力跟我进行野战是吧？上吧，陈远志，冲锋陷阵。我水超烂，还好吧？差别不大。OK， 陈远志又打输了。没事，陈远志升级了，准备来体验一下这个工程。利息调涨了1%耶，赚哦！这玩法，这玩法是不错啊，所以我就来给他出续作。乐境，哼，来吧，野战。运筹帷幄，OK， 陷阱也 miss 太多了吧，哭啊！但依然是血虐。刚刚攻城的，兵怎么剩3900啦？声望提升。收钱，募兵处跟那个募兵处跟聚贤庄也太难踩了吧？终于踩到了。啊？只能募300支兵？我太可怜啊！放去一次聚贤庄哦。周瑜打糜竺，那些角色的脸都好大众脸哦。哒哒啦哒哒。看哦，电脑是可以跳过啊。OK， 张飞已经一路砍到这里来了。不好说哎，张飞如果再多被削一点血，等等就可以由我的陈远志来收拾他了。宜都，鲁肃的家哦，有4800个人呢，好想攻城哦。
OK， 陷阱的 miss 量也太多了吧。棒棒棒棒，这个陷阱十分靠赛。我钱是多得不得了啊，但一直找不到机会可以买啊。他这个野战基本上就是靠赛。真的来体验攻城战，五代的攻城战那个时间限制有点短。都只有这种衰鬼事件啊。远距离破坏城墙的投石车，好，全买了。不知道攻城的时候可以放几个。一个人带一台。攻城战是四个一起上，是不是？三个。那我在城里放这么多兵要干嘛？张飞前来单挑，哈！张飞跟我单挑，我直接派出我的高僧，张飞现在武力值这么狂暴、啊。小鸟飞出来喽，换我。三千多兵，我可以找地方调兵啊！哎呀，哭啊！这样还能打输他哦？卖我肚子啊！又卖我肚子。曹仁的家。我一个人攻城攻得下来吗？我看看。OK， 城墙终于瓦解了。没想到我也有今天呐、啊！张角升级了。同性恋合法化嘞，人竟然变多了，湘潭人变少了。给钱，给钱。什么？曹彰来跟我单挑了？不知道我这个武力值不好说哎。哦，这
坏事件真的超多的。完啦，霸王举鼎，邓茂被打退了，还好他命硬啊。哦，他是秦雪哦。OK， 人口要变少了。先来去聚贤庄买个吕布再说了。啊，关羽要跟我单挑哦，我不打。今天的运势。在劫难逃哎、欸！曹操倒是正常，我现在是在劫难逃啊，这么硬哦、喔！取出一点兵好了。孙仲智力这么高，孙仲智力这个爆表，外表看似杂鱼，但他其实还行。工匠屋税收增加，直接杀死敌人的武将。铜雀台，哦耶，又可以赛马了。OK， 先让赤兔拉个屎。电脑好像只会下赤兔。OK， 全靠你了，绝鹰嘛。给你们一个猪头啦。我全压这个绝鹰嘛。加油啊，去吧。冲啊，绝鹰啊。哦，赤兔也太快了吧。怒发冲冠，关平的家哎、欸，不是他拉屎都可以跑那么快，是啥鬼？关平只有450兵哎、欸。哦，关平的本体是会喷血的、哦。嘟嘟嘟嘟嘟嘟！骷髅架的建筑，感觉就是一步两步。
哎、欸，对，突然飙起来了！哇，3000多个兵哎、欸！长沙谁的？吕蒙的。哼，看我野战，直接把他干掉，没得野战了，张角没血了。声望已提高，发钱喽！进入到收税环节。没有武将，都没有踩到那个巨贤庄啊，超级难踩。他这个空格实在是太多了。我们要吸取这个经验，反正我做的时候是一个空格都没有留了。所有的地都有效果。孙权缴1000块，排下来5-6个小时哦，真的。如果我就一只狗一直收税，哼，乐进要战便战，可以插死他。啊，死会有公厕，2月吧。大富翁比哦，大富翁11基本上也是在靠赛，虽然有很多遥控骰子。大富翁十一。大风系列基本上就是卡片游戏。OK， 傻霸扣。我加啦，给钱。红雀台爆炸了。张飞还带兵野战哦，哦，他这一款的野战就直接看武力值。这张地图就已经会出现鬼打墙的状况了，主要是这张地图有点大。嘟嘟嘟嘟嘟嘟，这代怎么有点简陋？这一代已经听说是最好玩的，看起来是还行啊，不过地图的设计不太行吧。我还是不太喜欢大地图啊，我感觉4个人玩大概。30格、20格差不多吧，这地图真的太大了。曹彰前来单挑，来要战，要战不战？
又是赛马场。哦哦，为什么我不能根据赌啊？我感觉五代的聚贤庄蛮容易踩到的，还是我们那一张图的关系。这个聚贤庄我到现在一次都还没有踩到。哎，对，我又回头了。不不不不不不不 ！AI 踩到很多次，哪有？只有曹操踩到两次过吧，其他人基本上都没踩过。刘备已经不知道在那个北边那张图晃了多久了。宝宝。哇，吕蒙怎么可以放这么多次绝招啊？什么情况啊？地形啊，反正我们第一张肯定是不会做这种旋转式的地形了，旋转式的地形还是太麻烦了。OK， 全压爪黄飞电，两颗大力丸，很赞，再压。他们也有大力丸呢，直接让他绕赛。加油啊，大力丸！没有爬塔式的地图，大风十一有哎、欸！加油，大力丸！冲啊！4.7倍！啊！哎，对，他直接飙到终点了。大便完都还没发作，太快了吧！是啊，赤兔有问题啊，赤兔真的是有问题啊！确实是打了药啊！哦，这样一场热太久了，这样一场不知道几个回合，因为等于要发薪水了。来啊，野战啊！这是四代最大的地图是吗？下面不是还有一张全国吗？应该是第二大的地图吧，全国的还有到海外这么大啊！是刚玩那个冀州也，我觉得冀州也已经算大了。这张图感觉有100格以上哎、欸，你要找我单挑啊？跟我张良单挑，活腻了。张良活腻了，希望可以几波暴击把他带走。风声的鹤唳，哎呀，
哎，这一代没有主攻的被动技能哦，五代有那个，哎，走过去就会偷兵，哎。盖设施要很久，嗯，看起来是，没事，通通把它修掉。反正也玩过这么多现代的游戏了，这毕竟20年前的游戏啊，问题很多也是正常的。不过他这个单挑的画面还是蛮可爱的。哎，又被砍死一个，哎，对齁，好像也几乎没有看到医馆的。医馆在哪里啊？医馆在我前面的。他已经没有兵了。OK， 为什么张角不能上场？我已经没有人了，这么大一张图，巨贤庄就这么一个、啊。有两个、哦，另外一个在哪里啊？我就没看到哎、欸。哦，哎，我是赚钱了吗？赚到2400。阿慧南将军，是怎么可以有一些这么没有名的将军啊？周瑜来了。周瑜这看起来是要被痛扁了。啊，不放绝招吗？放了放了。咚咚咚咚咚咚咚。好爽哦，两个骰子。周瑜一招都没放，他不是运筹帷幄就是放陷阱吗？终于让我看到巨贤庄了。OK， 博士人就要5000块，司马懿24000块。OK， 邀请博士人加入。先有司马懿。哦，这个要玩超久的啊，他那个就是要等税收，然后慢慢跳钱了。这就是传说中的富甲天下吗？没错，这是第四代。哎，基本上技能都是兼用的，是不是？我看大家会放的技能差不多。虽然有一些名字会不太一样啊，但特效也是一样的。啊，妙手回春。感觉差不多了，应该大概知道了。比较特别的就是那个赛马场嘛，赛马场看到时候怎么做吧。对，然后武将在路上遇到的时候是不能战斗的。老游戏啦，正常啊。哎，丁毅，提龙珠，烧2圈吧。机车跟汽车是不错的设定，它其实也有两格骰啊，只是就不太，
不太容易拿到，我开局拿到了一个，后来再也没有了。三代要不要试试看？三代游戏都开不了啊！今天哦，今天来这西鲁好了。